我给您介绍一下，他曾经是。轮到你说话了吗？你谁呀、啊、你？教练，我曾经什么呀你？你曾经跨过山和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呀、啊、你。没错，我曾经拥有这一切，这一切都飘散如烟。这就是我面前我们的冠军车驾。今年不出就灭了林人，咱们俩这叫非吃族。那想打我的人再赢回来。你看你这样就油离配合都有问题了，你还开快车，你开让我看看。原来终于可以开快车了。开呗，我这儿有副刹车呢。现场吧，我们现在只要拉到了赞助，我们就一雪前耻。我只想冲在赛场，不赢不归。